家好，我是小万苏妙玲，我现在呢就在青岛中山公园，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的任务就是作为那个快乐男生的特搜队长，来到青岛中山公园来找到我心目中我觉得可以冲进全国至少十强吧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快乐男生。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个人不行，所以今天我还请了两个很厉害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这花有毒的花花，今天我是小姨妈，大家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老黄，公众号巨型萝莉的写手。那今天我会抛弃偶像包袱，今天我是大姨妈。那我们开始啊，好不好？好好好，所以，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先走起来吧，对吧？我觉得呢，就是毕竟要也是当师姐的人了，就是得有一点气场。哇！哦，今天粉丝也来了。好，我先看一下这边。啊！哎呀，上镜了。什么？辣眼睛？什么辣眼睛？是我辣眼睛吗？哪里？这是青岛中山公园。慢。哎，小亮，你是从哪边来过青岛？你能不能喝多？好，小万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我们送给你的。啊，谢谢。给你准备了一首歌，想给你唱。是大家一起吗？对，大家一起。不是你一个人吗？一会儿单独的，先大家一起。哦，好。知不知道我们之间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次沉默，一道彩虹，是眼神总会认得，所有思念都值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万水千山总是情，一生何求苏妙玲。棒。但是呢，等一下，我刚刚在我的粉丝群里面看到了一个，就可能男生比较少，但是他好像这个颜值还不错的感觉。来，这位，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叫宋小雨，然后来自山东青岛，然后现在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四。就是平常喜欢唱歌吗？喜欢。我觉得要不要来一下，就是我先找找感觉哈，就是得让我今天的这个评判的标准有了第一个数据。好的，我想先给你唱一首那个你唱过的歌，好，叫《忽然之间》。好。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谢谢。这赤裸裸的是表白呀，谢谢。但是然后我觉得特别幸运的就是正好我在青岛上学嘛，然后报名参加这个快乐男生，就是没想到你会来青岛特搜，然后感觉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因为我从你比赛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你，然后一直关注你，关注到现在。我记得上次你来青岛拍那个栀子花开的时候，我还去探过班，你还记得我吗？对，那个小男生有点印象，然后你还在我少有的这么白的男生，对，你还在我手机上给我签了名，然后一直留到现在。谢谢。然后我之前买的手机都会被我摔坏的，但是这个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摔过的手机，就特别珍惜这个手机。谢谢。然后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跟你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跟你一起唱歌，但是不知道这条路我能走多远嘛，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合唱一首，可以吗？合唱，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合唱一小段。好的。然后呢，我还想，因为接下来还有整个中山公园才刚刚起来，我想再去多看看。好的。来，遇见可以吗？遇见，好。唱高潮吧。唱高潮啊，好，唱高潮。高潮怎么唱来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谢谢。我非常很满足了。好。我今天就是为你而来的，不是为这个卡而来的。行，谢谢。好，谢谢。那我就不给你卡了。不要。好，我们继续走起来。Hello， 我也想唱一首。我也想参加了。啊，你有准备吗？你是专门来到，知道我要来，然后当然，就是为了来看您的。OK， 好紧张，你叫什么名字？Hello， 大家好，我叫朱彤，然后我今年23岁，来自山东青岛，现在在这里念书。然后我现在唱一首歌可以吗？清唱一首。来，这首《疼爱》送给你哈。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普通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好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疼痛并不算什么。好，谢谢。啊，我觉得好喜欢你的。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你好像舞台经验还比较丰富的感觉。以前参加过就是这种活动啊，在学校啦都参加过的。表情比较浮夸。是吗？好浮夸啊！我下回注意一点，啊。听的都沸腾了，沸腾了吗？哪里沸腾了？请问你身心沸腾。那来，那你多感受一下。好吧。颜值高。我好害羞啊！没想到这么好听。你觉得他唱的很好听吗？其实我觉得确实还唱功上面是我觉得还不错了。那我看看网友怎么看啊？怎么现在还网友还在刷宋小雨？小雨是刚刚那一位啊？还是你是？所以你本来是网红吗？我小网红。还可以。你还没有别的风格的歌曲可以展示一下？因为刚刚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可爱一点的，就是比较轻快一点的歌，有没有慢一点的，就能把我唱哭？好，
再来一首慢一点的哈。会痛的石头你听过吗？嗯，好。跑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来，直接高潮。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后裂了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爱相爱却摇头放手，心疼你是颗会痛的石头，想要抱住你却混乱沉默，倔强的表情里闪过了失落，你的泪让我痛。好，谢谢。嗯，还不是特别能够打动你。好吧，好吧。对，我觉得吧，是秒六三，挺你多唱两首，是这个意思吧？哎呀，就颜值那么高，不要浪费了吗？好，谢谢。好，啊，来。打开手机上的芒果 TV、 芒果直播和优酷 APP 来风直播，看直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百人特搜互动啦，然后下载优酷 APP 进入快乐男生专区了解更多精彩内幕，点击报名来在来风赛区发起直播积攒人气，你就是下一个巨星。下载芒果 TV APP 看海量快男视频，下载芒果直播 APP 进行2017快乐男生报名，上传自己真实信息，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在芒果直播平台上开播积攒了。芒果直播让梦想照进现实。好，现在我们在啊，妙玲，你看那边中山，看那他们穿的好少，我们去看一下吧。哇我看到了移动的雄性荷尔蒙，我是不是？哎，他们怎么管了个局？哇！哎呀！哎呀！我不太敢过去。知道吧，对，可以停止你们的表演了。那个，哎，我们是吧，快乐男生现在在这搞活动，那刚才在干什么？那弄不弄？现在就传那么一点点东西，这是对我们一种训练，是不是吧？啊，从来没有，我从来没见会儿啊，你们是，就是这样，其实话题非常的尴尬，但是我问，能弄唱歌吗？来，大浩表演一个吧，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快乐男生，特搜队长苏妙玲，然后今天在青岛这一边中山公园，然后寻找优质的快乐男生，所以我觉得刚刚就是我大老远看到就是几个。这个荷尔蒙移动的荷尔蒙，看看，来哇，来啊，可以摸吗？来啊，还有这种福利？看，您能唱歌吗？唱几句吗？来个歌，唱什么？唱那个，唱演员吧。啊，好，你要不要平复一下你的呼吸？需要需要，在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
好，结束。这么突然就结束了？有伴奏吗？哎呀，伴奏要求这么高？哦，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其实刚刚你们是这个是泰拳是吗？是泰拳。因为我之前也学过两三节。要不要表演一下？我今天要这么拼吗？对，面对疾风吧。试一下吧，好，好不好？玩一下吧。好的，好的。需要带这个吗？好，简单来一下。怎么全是小雨？绑紧啊，这个绑紧。好，没关系。可以试一下，放松一点。好。双手拿高。左右腿分开。右脚稍微向右前方走一走。右前方，左脚在前。不是左撇子吧？不是。来，打直，转肩。来，右肩往后转一转试试看。右肩往后转一转，走。对，后手。对，转转脚，走。对，右脚转一转。OK。对，放松。对，后放松。对，好，放松。对，会摆拳吗？摆拳是忘了。哦，这样 OK 啊。肘抬高。好。平起。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转肩转腰。好。转着。对，要平起来。好。对，平起来走。对，放松走。来个腿。啊？右腿向上抽起来。可以转脚都要转一下。可以啊，转脚。哇，上瘾了。打一个后手，棒，再打一个鞭腿，当，对，后手，鞭腿，对，很好。啊，差不多了。好了。谢谢。我来总结一下，就是他一直在绑着你，就是他有他的要求，就是让你他训练你怎么样揍他，你知道吧？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要求，对吧？我不知道那个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好，知道了，行了，我们走吧。好，走，谢谢。好了，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很大力气？敢不敢来挑战，来唱歌？好，我看一下。所以听见一个很好听的声音，我也听到了。好哇，有吉他哎！哇，还有音响呢，我们快过去吧。是，应该是在这边表演的吗？是不是买唱了？好像是买唱了。买唱。哎，这边还有个拿吉他的。哎啊！哦，这边有个拿吉他的。又是粉丝吗？要不要唱歌？唱不唱歌？要不要？来！一箱就直接进。你好。啊，你们是一个乐队啊？啊，不是一个乐队，我们是一个那个，都是来自石油大学的太阳吉他工作室的。我们这边学人，因为我是那个我们学校那个学生，也自己创业做吉他教学这一块。我是带我们学员要出来，就是，春游，相当于说是。你知道今天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吗？知道，对，知道。OK， 所以看你是有备而来的。对。好，来。来，要不这样吧，表现一下。先请我们的这个学员，就是叶佳。你好。就是先学员来，老师等一下。那个，我有一个请求，可以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追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特别喜欢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名？签名？那你有要求，我也有要求，就是您先好好唱，就演绎一段，看看怎么样，好不好？不靠歌不给啊。对。那很尴尬呀。怎么会尴尬？这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他学习他也就才两个，我就学了两个星期啊。他两个星期你就敢让他上来？啊，厉害！来吧。难忘这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竟然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感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爱你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点，也许有点会情不自禁。快起床，快起床。对对对对对对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哎呦，太紧张了。好，没事。高山的名可以吗？不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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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既然你这边的那个，既然你这边不太给力啊。你看看你老师能不能帮到你，好不好？对，比他刚才都抛掉了，就下了啊，那更惨了。来，我先拿着，我没唱完就要签名啊。我先拿着，来，照片就在这，笔就在我这，能不能签上？看你的。哦。那个，因为我对我是那个石油大学研究生，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我自己唱歌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好，但是我希望能比他好一点，比他更喜欢这个名字。比他好一点，努力努力。对，好好，然后带来一首，别像他没吃完饭的感觉，张不开嘴哈，你要张开嘴。好，带来一首那个跟朋友一起合作做一首那个校园民谣的一首相当于原创。雪花飘散在人潮汹涌，可是我又也在空明的路，澎湃沸腾的雪散杂着些许忧愁，回头望去满眼尽是绯红，看不清是雪花还是你的泪，我四处张望，庆幸那不是你。辗转反侧，几经周折，几经周折，缱绻夜色，我望见你，就恍然望见了自己。亲爱的好你，你总问我那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春天，是你蓦然回首的那一刻。亲爱的哈尼，你曾轻轻地吻了我的脸，那样远离了悲伤，告别了青春，这样远离了悲伤。大姨妈，你觉得唱怎么样？我觉得吧，它这个旋律挺好的，然后吧，它这个事儿吧，就是讲了少年们总是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搞对象了，然后失恋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应该是这么回事。应该是这么回事。虽然呢，在我看来还没有达到我能够给出 pass 卡的这个条件，但是这个名字还是能签得下去的啊。谢谢。OK。哎，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看看苗岭多么多么漂亮呀！你看看多么多么漂亮。您真的很好看。他是由于大神。是吗？大神。大神，对，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玉林啊，不是，哎，来，好，可以了，我从小就是听过很多很多的歌曲，歌曲的名字有很多，例如就是一些关于爱国的，或者一些关于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歌曲，例如《人的传人》，对，《人的传人》，例如《社会摇》，例如。上海滩，你这就像上海滩。对，好的，那我就开始唱一下吧。你是认真的吗？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刚才说了什么，你是认真的吗？对，因为我现在为了表达我的认真，我现场发挥一下吧。上海滩。
好的。所以你的帽子就是为了配合。哦，可以这么说吧。你的程程呢？哦，请详细的说一下。来，直接唱吧。好了。那来，我拿着还是你拿着？你想，你怎样都行。来，我觉得勇士是需要武器的。冷板，让我玩你瞧瞧，片刻死亡了。还自己人。谁手玩你丑狗，长身体哟。爱你恨你，万卷之否，谁打剑一发白首。君情天，君情问，一怒拼不心中感高。摇摇嘿，摇摇手。好了，别开枪，自己人。别开枪。哎，龙的传人，可以这样吧？我觉得这样，因为呢，就是我有自己喜欢的那种唱歌的风格，但是您的这种风格实在是太前卫了。我觉得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地面的那个报名的通道？就是比如说现在还有沈阳啦、天津啦，还有郑州这三个赛区还在进行地面的报名，然后你可以去试一下，好不好？愿意是吧？好，那我们到时候郑州、沈阳、天津再见啊！等你了，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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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继续，我们先走了。好，看一下网友这边，这个名字有很多，火八火焰，他说后面保安颜值很高。大姨妈，你觉得他俩谁帅？我可以不回答吗？哎，我觉得这个挺帅的。开启迷妹模式。保安哥哥，虽然我知道你今天的工作任务非常的，就是这个负担很重啊，但是呢，看到网友很热烈的在讨论您的颜值，然后能介绍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吗？大家好，我叫刘泽旺，今年21岁，是红安保安公司的一名保安。啊，来，要不你会唱歌吗？开个腔吧，好吧。长得那么好看，可以唱。对。啊，又唱歌。又唱歌，怎么又唱歌？他是不是你是昨天已经？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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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是吧？不，我要先插一句，看来保安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内心有渴望有一个表演的心，对，就自己就把墨镜摘下来，把耳机这些工具都摘下来了，全为了自己。好，来唱一首，再想想，成都的话有点算了吧，随着那个，我想想怎么唱。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掉一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日路还要走多久，能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深深的自由。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而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扔到雨阻到雨林路的尽头，走到修友馆的门口。好，今天辛苦你了哈，继续跟我们走。你好，你喜不喜欢我老公赵雷啊？我喜欢。来，我们去找人。哇，前面在干嘛？卡了，哇！
大合唱。你好，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特搜队长苏妙玲，小万。然后呢，今天来到青岛中山公园，就是想找我心目中，很厉害的，在唱上面能感动到我的快乐男生，然后带他，让他去比赛。然后刚刚看到您，觉得。您唱歌好有故事感哦，就是请问您经历了什么？我跟哥们儿，我们俩都是一直在青岛这边，就是也不是在青岛，全国各地做流浪歌手，然后后来是流浪到青岛的，然后就在这边就停下来了。然后我们搞了一个就是流浪歌手的一个大本营，然后成立了一个叫荒草民谣的一个民谣厂牌。所以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厂牌了。对，目前正在刚刚成立的这么一共几个人？现在是五个人。五个人，七个人。又来了两个，对，七个人，这个是我不知道。那您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刘立峰，然后那个外号叫老盖，他们都老盖。我的歌在那个网站上也有一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听一下。好，谢谢。我看一下网友，好多网友都说棒棒棒棒棒，一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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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特别好听，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希望你们厂牌顺利，然后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谢谢，谢谢，好棒，好棒，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好，我们去，我们来继续，快点。我觉得还是颜值还是很重要。可以再多看看。大家现在有时间或者是喜欢唱歌喜欢表现自己的都可以来中山公园找我来我们唱歌。抓几个人吧，有没有？我觉得大小姨妈，你们还没有充分发挥到你们这个。要不给大家唱首歌吧，让大姨妈来。不要，就是能不能帮我找一找，抓点人来啊？就是我想我说说我的标准吧。来，我看一下这个。好看就行。这个小帅哥，可以吗？长好看就行。你会唱歌吗？不，你会唱歌吗？一般吧。没事，你唱个吧。好。你要长得好看，对啊，都得啊。长得不好看。好看，唱不唱？帮你们唱个那个，就这样清唱吧。不是帮我们唱，是帮您自己唱。自己唱。我就唱个那个，清唱。清唱。能唱那个粤语那个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吧？粤语歌，粤语歌。粤语发音不是很标准。我就对这发音就行了。对。露出我们的 logo。这我有点这个紧张。从前健在，过去了债不来，红红落叶沾满尘土来，海水中的棕色无边海，天边的雷飘吧，在白云外，苦海发起爱魂，在世间难逃被命运，上苍竟不可接近，还我应该三生只缘分。谢谢。
好好，谢谢。好，他原来说他不会唱，没想到唱得这么好。小婉，也没有特别好了。我发了一个。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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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听说快乐男生要过来了，然后我就，然后从我的那个工作地方过来了，然后看一下，好，参加一下。好，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那个告白气球吧。好好。像那个半钻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呜，花店玫瑰，你仔细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了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Yeah,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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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自己唱怎么样？也还行吧，特意赶来的，你特意赶来的，唱的也不怎么样。对，没事了，我觉得就快乐男生嘛，就是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就以后继续努力哈，来，好，谢谢。这里还有一个小帅哥，黄头发。唱歌啊，您别紧张，您在想什么呢？就随便找一首歌唱吗？好，来。口罩，哪里有口罩？就现在可以唱吗？啊，来。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实话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可以吗？可以。谢谢。他有点害羞。对，有点害羞。青涩。好，我们再抓一个。要随便唱一下。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先让那个车过了吧。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昨夜我惊呆立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谢谢，还不是我想
想要的。来来来，我们继续找。好，再找一个。文醉。来来来，前面还有一个。哎，这个，来，这个帅哥，小万。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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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准备吗？你有想唱的歌吗？或者是？唱了一首吧，然后给我同伴加油。刚才找那个两个重要歌手，一个老盖，一个老杨，他们是谷歌青年旅社的。唱个什么呢？想想啊，就唱成都吧，火吗？刚刚有个人唱成都了，你要一定要比下去。就对这个唱吗？啊，对，唱就行了。就唱高潮。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让我掉下眼泪的。没关系，没关系。不抱吉他，我给你唱。谢谢，谢谢。行行，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这个哇，你好，你好。哎呦，好喜欢的大眼睛啊！你好，哎，你好。您喜欢唱歌吗？嗯，喜欢，我专门赶过来的。哦，专门赶过来的，太好了，太好了。你应该有准备吧？啊，有一点。好，来来来来。带来一首王力宏的《依然爱你》。嗯。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眨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还要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其实还挺深情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够自信，但是没关系，有点紧张，对，有点紧张，好，我们继续找。好的，我看一下啊，哇，现在都在刷口罩，摄影的口罩哥颜值不错，请问大家，这样戴着口罩都能看到他颜值不错，我现在口罩哥，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往这边一点，这个有点危险。我看看，我能摘下来吗？我能摘下来吗？好，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到底他的颜值是不是如网友所说如此之高？来，三二一，要不要看？来，三二一，哎呀哎呀，来，这样吧，既然大家都翻你台，你就唱两句呗。让我唱呀、啊？对呀、啊。来，我拿着。哇，哇，哎我，那好，那好完了，我看一下可以吗？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相信吗？来唱一个，来帅帅帅，帅可算逮到你了。那好吧，那我唱一个，斑马吧。好，好，好。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我只想掀起你的
头发，斑马斑马，你回到了你的家，可我浪费着我寒冷的年华。你的城市没有一扇门为我打开啊，我终究还要回到路上。好好好好好好，那满足了大家，满足了大家的那个好奇心，说明就是术业有专攻，就是摄影师有摄影师本质的要做好的工作。这实在不行，来，你还是把口罩带回去吧。长了一双好眼睛。你口罩呢？大家都在说什么？举牌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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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小雨，刚刚已经他是第一个唱的了。对，嗯。好，我们在。大家刷的还挺快。来，稍微快一点。小雨好。啊。Hello。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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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是，我叫苏建泽，然后呢，今年16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啊。来，刚刚不听不太清楚，来您说一下，您叫什么名字呀？崔开泽，然后今年才16岁，然后从济南过来的，对，特地、okay. 对，特地听说这儿有，所以就从这儿过来了。好，所以我想坐那儿唱，没带背带。哦，好好，坐那儿是吧？行行行。小茶，小茶小说，16岁长这么高，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好，我唱一首。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好喜欢那首歌。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歌颂，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未结果的爱，能葬了每一页诗吻最痛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许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挡的存在。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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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了。哇，你还有别的歌可以？有，就是我再唱一首那个2010年，就是也是咱们快男，就是赵雷。现在很火的一首《成都》这是第三个人唱的《成都》是吗？对，唱的这首歌太火了。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地久，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棒。对，然后今天是我老师带我来的。啊。对对对。林老师在哪呢？我老师在那儿呢，他还把银行我发过去，所以在那儿坐着呢。啊，行，那您带我去找找他好不 好？我觉得就是，我先把琴放在这儿吧。行，带你们去找他们。他睫毛好长啊！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他16岁。老师在哪？老师在那儿坐着吧。麻烦，其实还老师也好年轻啊。对对，好犹豫啊。啊，您老师在哪儿？对对对，在那，就是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应该叫你苏老师还是小万老师？不不不，小万，小万，就叫小万好了。然后小万同学吗？对对对，然后因为刚刚听了您学生的演唱，我觉得特别棒。然后他说老师带他过来的，我就迫不及待要看老师怎么样。像那把大吉他，我这个小吉他就是我太胖了，所以弹这个吉他比较小。嗯，那个你想听我唱快歌呢，还是慢歌呢？看你。你看你长这么漂亮，能点吗？我都无所谓了，看大小姨妈要不要点歌。嗯。你会唱魏晨的歌吗？魏晨的呀。等等，我先换一下吉他，这样我先唱一首，我算是李志的歌。不是李志，我想算了，我还是不让你们点了吧。那唱啥？我想想我唱什么吧，我还是坐下了。小对，还没有，您还没有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呢？哦、对对对，那个我叫王宇。嗯。今年。我今年应该多大呢？我今年24。你七几年呢？啊，我今年18，今年24了。然后就是我为了等这个快男，其实已经等了10年了。然后10年。对对对，就是我一会儿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吧。非常唱一首《思念是一种病》，好吧？行吧。啊，好勉强。啊，还有别的吗？张三的歌可以吗？好，张三的歌，好吧，张三的歌吧。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的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谢谢。为什么您刚刚说因为快男等了10年？这个故事非常的曲折，就是是这样的，就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当时第一届快男，然后距离现在刚好10年，然后那会儿的时候，我是听了陈楚生的那首《姑娘》，然后开始我就决定要学吉他，然后我就当时想，那会儿还小嘛，那会儿我还在上初中，我还小，对。
然后我就想学吉他嘛，然后第一首歌就学的姑娘，然后学会了姑娘之后，一直到了到后来2009年的时候，然后就后来2008年奥运会，所以没有快男嘛，2009年有快女的时候，当时听了曾轶可的写的歌《醉天使》之后，然后我就决定自己开始写歌。哦，但是你刚刚没有唱自己的原唱哎。就是因为我怕大家不认识我，然后冷不丁的唱一个自己写的歌，大家会喷我，我怕对。没有，现在线上有70000多的人已经听过你的那个演唱了，也大家知道你叫王宇了。我觉得现在可以唱一唱你的原唱。我的原创吗？对，就是，嗯，我想一下，我是这样的，我后来我能讲完我那个十年的原因，我后来然后。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终于等到快男了，然后我就决定去参加。那一年我17岁半，我就从我的老家坐着火车，当时在山东只有一个唱区是济南唱区，然后我就坐火车连夜坐到济南，但是最后，导演在递身份证的时候把我给 pass 掉了，说我不够18周岁，然后就没让我参加成。然后这一等就是等到2013年，然后我后来家里出了点事情又错过了，然后。之后，我有一个眼睛受伤，然后一只眼睛失明了，就这个眼睛是失明的。现在对，就是现在只有光感，就很就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就只有一只眼睛。然后后来，一直等到今年，然后导演跟我说有这个机会，然后，但是我这么多年我没有放弃我所有的就是音乐上的梦想嘛，然后。然后刚好今天有机会，说带着我学生，我觉得我学生唱的还挺好的，然后我想让他来锻炼锻炼，然后也算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不管今天我能晋级啊还是淘汰或什么的，然后或者说能让他上，我觉得都很开心。那我唱首原唱吧。好。我唱一首写给我想想啊。底下牵女友。底下。先给你的呗。要占我便宜，要占我便宜。那这样，我现场有多少单身的女孩？有没有？是吧？好，对对对，我怎么把最重要的小万同学给忘记了？这样，我唱一首我原先写给我未来对未来的一个女朋友的，就是未来一个，对对，就是对对对未来的那种爱情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憧憬。啊、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多想和你牵着手走在沙滩上，用心聆听海浪的呼吸，多想和你。sorry， 我刚刚唱错词了，我看他唱错词了。不要这样，全程看我一眼。哦，我让他请到大姨了。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刻，我觉得你谁都不要看，你就是你自己的好不好？我刚刚听了你前面那段歌词哦。一闪一闪亮晶晶，就你希望找一个，我希望在青岛的海边，然后不，你希望找个女朋友，然后把她当孩子一样的哄她，对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我想宠着她，然后别看我陪她在，唱她比你老，我18岁啊。多想和你牵着手，陪你一起数星星，1、2、3、4、5、6、7。写首歌给你听，多想和你牵着手走在沙滩上，用心聆听海浪的呼吸，多想看你每天对我撒娇，我对你傻笑，哦，抛开所有的烦恼，记住我对你的好，多想看你每天对我咆哮，样子好搞笑，每天都会听我唱歌，否则你睡不着觉。这是写给就是对未来爱情的一种幻想的一个。有把我甜到哎。又甜到了。有啊。还有没有啊？好想再多听。这样，我给你
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快乐男生叫贾胜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小强，我知道。小强，在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去参加一个比赛，我们两个碰到一起了，当时，然后他唱的姐姐，然后我唱了下面的这首歌，把他 PK 掉了。妹妹吗？不要喝，我唱《请老打叶》，就这首歌厉害了，这首歌是我在我外婆过生日的时候，我写给我外婆的一首歌，然后可是把贾胜强 PK 掉的哦。下面这首歌是我写给一个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这首歌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个人就是我的姥姥。我姥姥。我的外婆今年已经80多岁了，她总是在默默地支持我，总是喜欢我站在角落弹着吉他给她唱歌，她总是喜欢到处炫耀我，总是说我多么多么会唱歌，总是告诫我不要只会唱歌，还要给我好好学习。我的外婆总是喜欢听我唱歌，总是希望有天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总是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说外婆请你不要太着急，总会让你有天能够在电视上看到我，那时的我和现在不一样，请我努力拼搏完成我的梦想。好励志。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我觉得快乐男生的定义就是首先要给人能够带来快乐。我觉得从我刚刚进来中山公园的踏进来的第一步起，我就是要找这么一个人，然后在你身上我觉得我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很有正能量，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这10年白白浪费的等待了。谢谢。哇！等会儿，给我之前，我也要送给你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不能只单纯的让你快乐这么一小会儿。这样，我现在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的70000多的网友，对吧？你们觉得我很胖，对不对？一定。没，等一下，是不是觉得我很胖？是挺胖的，是挺胖的。变魔术了吗？我一秒钟如果要是变瘦的话，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扣一，好不好？好。来说三二一啊！三二一，咻！哇！现在瘦不瘦？有没有变瘦？我再给你变。好了。有没有瘦了？我觉得有点吓人。好，谢谢你。然后他成为我手上出去的第一位云300强的选手，来，加油！谢谢小文。快乐男生，随我，随我，随你，随我。好，加油谢谢，加油加油。真的，网友都在刷他唱的特别好，要不要再给我们最后来唱两句，好不好？那我唱一个欢快一点的，好不好？好，那我就很放纵的唱歌，好不好？我就踩到上面了。一首找自己送给所有的网友们。小万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唱？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在阿拉沙漠，空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焚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雨水冲走结束四十天的折磨，花木一人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
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时光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胡思乱想，不用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能够再一次回到那美的时光里找自己。哇，棒棒，谢谢。哎，我有个提议，那两个人声线差很多，就你的声线是比较细一点的，他的声线是比较低沉一下的。你们有没有练过？其实我十六，其实是吧？是啊，那两个人弄到一块儿弹，就是唱一块儿弹、啊，有和对，比如说你这样唱一下，《思念是一种病》，试一下吧。嗯，这样啊，带背让他带跑了。对，和声很难。还是做一个没有带背带起。和声很难。我就抱着不弹了，来。你靠颜值提升，你这个是个泰勒的旅行吉他，对吗？啊，对，嗯，腰送给你了。不好意思呢。哎，你给我钱就行。我还以为你说要我当女朋友就可以了，真的好失望啊！啊，你刚才没听到说什么吗？当你女朋友，没事儿啊，没事儿。哎，我就胡乱一说，我有点晕。好，两人弹琴。你唱《当你再来》，预备，开始。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我思念是一种病，我思念是一种病，神经病。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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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念是神经病。好，行，可以当我女朋友吗？没有排练过啊，这是现场求爱吗？没有排练，绝对没有排练。他有可能出名。以后留个微信行了，不要说让天哪天哪天哪，我这完全乱的。谢谢小万，小万我的牌。来，小万，你等我帮我拿一下，我能跟你合影吗？好啊好啊好啊，来。你求我，求你了。帮我照张相。帮我照张相。无论如何拿牌。好好。给我照上十连照，给你照成腿长一米八。OK， 好了。我照上，谢谢。不拿啊！照。嗯，行，不是啊。哇！我天哪，这毛身高差呀、啊！哇，好有爱呀、啊！啊，好漂亮！好了，谢谢，加油，加油，加油！你们笑什么？不是，你们明明刚刚就是笑我。我们也想搂着。那个。我这样好不好？我觉得你们大老远的跑来，能不能帮我点忙？就是如果能帮上忙的话，我就给你们发点福利。就是传说中的抱抱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就是帮我去找像刚刚那样王宇那样唱歌那么好听的男生过来好不好，就帮忙找一下，因为现在已经两点过了，今天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好不好？来，来，找到可以抱抱吗？可以吗？好啊，好，先去找，好吗？好呀，我相信你们，注意安全，好，来，三二一，走，走啦，走吧，去找吧，我感觉我好像那个孙悟空，然后，好幼稚啊，好吧。欢迎进入植物园观光索道，乘坐本索道可以前往展山寺、植物园、电视塔、举林公园、
百年德国大酒窖，在坐骑到时要签名啊，来吧，会没笔吗？这个送你。哎，你青岛特产，这个有毒。小万，这个是岛城对，然后这个是青岛特产。山人月货，居家旅行必备的良药。就是网络传的五大神水之一，你可以尝一口好吗？就是别祸害小万了。传说中的那个草席子味儿，草席子，草席子味儿。这，我看一下，来，我先。谢谢谢谢。有人认得吗？这个崂山百花我曾经听说过它的杀伤力，但是我你小口一点点。我给你哦，它是带气儿的。来尝一口，很好喝。小米一口。我平常去酒吧都点这个。是吗？厉害死你。我从来没去过酒吧，我才十八岁啊。谨慎好奇的味儿，好奇的味儿，汽水有点像苏打水，然后呢带着淡淡的青草的香味儿，然后有一点点咸，然后什么表情？好喝吗？对身体好，然后胃疼啊，然后喝酒之后解酒啊，特别厉害，好厉害。我们走快了，找到啊，等一下这个让我明天在万象城哦。你好。哎呦，好突然啊！不好意思，我现在被那个喝的有点懵。这个是要唱吗？啊，你好，我是快乐男生特搜队长苏妙玲，然后今天来到青岛，然后来到中山公园，就是要寻找快乐男生。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青岛音乐，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要不要藏一个狗嘞？啊，需要唱、啊、是这么说吗？你这个是四川话。好，放。要不你唱个歌吧。我唱个歌。唱个歌。小万学一下，你唱个歌吧。你唱个歌吧。歌吧。唱个歌吧。那个。那个，我找个音行吗？找个。不用伴奏，不用伴奏，我不用伴奏。来，面对着面对镜头。好。给你上个景。哎，太突然了。没事儿。然后你们这个唱什么有要求吗？没有，好听就行。我说的话有点多是吧？不会说话多在青岛叫叨叨。哎，真能叨叨，真叫叨叨。哎，对镜头，来，我真的唱几句、啊、这个是麦克、啊、你找个音啊，太杂了，这个是好专业。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一首这个暴露年龄的歌吧，太暴露年龄了。我也会唱啊。好，我十六，咱俩差不多。啊，是啊。那个。我唱嗨了怎么办？唱嗨了，那您要再快乐，快乐男生是吧？快乐男生，你快乐吗？然后我给你们那个这样呗，我这个我比较喜欢民歌，然后我那个什么呗，然后那这样吧，然后我给你们唱一首民歌，然后希望我们年轻人也多听民歌，好吧？希望咱们年轻的宝宝也都多听民歌，好吧？简单唱几句啊，来，亲爱的。对着镜头，对着镜面对。不好意思啊，没上过镜。害怕吧？那你看我，
我站在这儿。好。来来来来。你看着我。简单唱几句啊，唱一首《草原之夜》吧。美丽的夜色多沉寂，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咦，可惜没有邮递远来传奇。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可达拉盖变了模样，咦，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咦。哦，谢谢，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样吧，这样吧。那个我马上我说的 你特别喜欢给自己加戏，你知道吗？我叨叨有点多是吧？我叨叨有点多。你跟他叨叨好吗？我叨叨有点多。然后这样，然后今天你们湖南卫视对吧？既然你们来到山东了，你到底是哪来人？俺是山东的。啊，你山东哪来？俺山东临沂的，跟青岛不远，这就是俺家。然后这样吧，唱一首山东民歌欢迎你们，好吧？欢迎你们经常来山东玩，好吧？我唱两句，唱两句啊！两句。你不要笑啊，不要笑，没有笑点啊。沂蒙山小调吗？你听着就知道了。好嘞。我不叨叨了，我直接唱上。1937年呐，鬼子就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过了山海关呐，火车道就修到街南门哎呦，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呐，瞄了一个准儿，彪打死个翻译官呐，两腿一蹬上了西天门哎呦。怎么样？谢谢。怎么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感谢，真的是完全的感受到了那个青岛人民的热情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刚刚那个芒果的绵绵冰说开口脆，我也觉得是特别棒。哎，你好，这些人我们走的，刚刚问你要签名，现在来唱首歌吧，可以。好。嗯，唱一首《于是我不再唱歌》。啊。嘿，下雨了就别走，坐下吧，喝杯酒，说说你最近的生活。对，你想给的很多，却总是兑现不了的承诺，所以你想走，拜拜朋友，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了新的生活，卖掉了旧的生活，从此不再漂泊。于是我不再唱歌，有点紧张，开始有新的生活，未来总是评判的，有谁会祝福我？我会祝福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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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你是不是应该兑现？这都兑现。
但是没成啊，对不对？你好，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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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叫什么名字呀？大家好，我叫王鹏，来自青岛即墨，今年22岁。好，来吧，为大家带一曲《十年》。如果那两颗刺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该有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刚刚网友南池说让您别哭，不是感情了吗？对，这是确实很深情啊，但是我要找快乐男生。哦，好吧好吧，我要找快乐男生。谢谢谢谢谢谢。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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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就不大能记得时能看你一场吗？啊，可以啊，好啊。啊，清唱几句啊。行，可以。人鱼在水忙于往天边生锈，人听尽笑提恨，如此细数在跳斗，为何生涯忙于留在我的天空，最忙于没有梦笔仍在虚文沟，三把刀膝盖后从未以为有放手。当我的生没放没喝，仍被他占有，他是贼仍然是不害后，体恨都走都走着，命运伴于身后。我的牵挂我的渴望，自己后。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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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说烂耳朵，就是大家选这个那个粤语歌要慎重啊。好，我帮你拿手机。打开手机上的芒果 TV、 芒果直播和优酷 APP 来风直播看直播，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百人特搜互动啦。下载优酷 APP 进入快乐男生专区，了解更多精彩内幕，点击报名，在来风赛区发起直播积攒人气，你就是下一个巨星。下载芒果 TV APP 看海量快男视频，下载芒果直播 APP 进行2017快乐男生报名，上传自己真实信息，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在芒果直播的平台上面开播积攒人气啦。芒果直播让梦想照进现实。好好，行，我们再还有吗？还有吗？有没有？有吗？他唱过了。来跟网友啊，那个穿白色衣服的好像大家一直都还蛮关注着小雨。小雨啊啊，好有范儿啊。他刚刚的状态是他早有，他是来拍婚纱照的吗？不知道呀，他穿得好奇怪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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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粉丝。哦，你好你好你好，您叫什么名字啊？您站到这边来吧，站到这来面对我们的摄像机，面对摄像机上。我装一下。
你有点激动吗？有点激动啊。Relax， 放松，我应该做自我介绍还是？啊，对，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秦俊，今年23岁。目前是一名学生。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啊？嗯。在哪个学校上学？55中。55中在哪嘞？我要把你放松一下啊。就是我应该放松一下。应该放松一下。来吧，不用开车就开始啊，直接开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秦俊，今年23岁，来自青岛55中。这裤子是怎么？你唱，来吧，开始吧，开始。唱歌吗？对。你要唱啥？我为大家带来首那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谢谢。啊，有气都喘不上来了，太紧张了。然后你给他做人工呼吸吧。不要了，我给你点建议，第一步多上太多上太停顿的太，你太紧张了，因为你现在这个声音。我刚跑一路跑来了。啊，没有遇到你们一路跑来了。对，好吧。网友有评论说，保安听了会流泪。有泪。不要太紧张，以后要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啊，虽然也是整天非常非常的那个紧张，我也很紧张，看不出来吧啊，就是因为过来了嘛，多参加活动嘛，多上台多上台，因为你刚才气息已经不稳了，而且是会有颤，然后会有一些走调。对，太紧张了，其实还是太紧张了。多上台多上台，可以可以在学校里面啊，什么是吧？什么小公园啊，是吧？都什么？对啊，这种状况啊，是吧？只要有机会就要上台，早晚就可以了啊！你行的啊！作为一个时尚界人，你以后别穿这条裤子了。我急忙换。没事，谢谢。哇，好有个性啊！紧张吗？我刚刚我都觉得我呼吸不了。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说保安，我们刚刚。采访了这个小哥，我们应该再换另一个。虽然我觉得他没有这个帅，但是最起码不能忽略他的存在。网友 CXLR 说，保安哥哥该动手时就动手。你为什么？你他没有摘眼镜的时候，我就能感觉他在翻白眼儿，有没有？你看他的嘴角在抽动。没有，您先要不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程杰，我是来自红安保安公司的一名保安，今年23岁。
好，那刚刚您对刚刚那一位就是身穿白色那个西装的套装的这位选手有什么感觉吗？感觉他应该是那个唱的是挺好的，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他跑过来的吧，那个还没适应过来，所以那个唱的就有点那个别扭，给评论的好专业。那您要不要试一下不那么别扭的唱一首？我不会唱歌，不好意思。啊，不会唱歌。嗯，那拍首歌，拍生日快乐。你算了，我们不能太勉强了。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帅的，但是呢，看能不能要不这样吧。就是我觉得保安还是身手还是要很就是有要求的。那就是我们唱拍手歌，然后到拍手的位置，就是你附和一下拍一下好不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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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乐一下，就来吧，就唱吧，好吧，来，一二三，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你不快乐吗？你快乐吗？能笑吗？这样 ，smile， 你能把眼镜摘掉吗？他被逼死了。好了好了，来吧，干正事儿吧，干正事儿吧，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一段尴尬了。我已经跟他讲了，来去那边，来，来，小帅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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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其实我是那个宋小雨的同学，然后我也是海大的。对。好。然后，对，然后他很多粉丝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的粉丝可能，他的粉丝可能认识我，我是郑叔叔，郑叔叔，对对对，为什么要叫郑叔叔？因为就是小雨长得比较好看，然后我们长得比较丑，所以他叫小雨哥哥，我们就叫叔叔，我们是叔叔辈的。他要唱一个什么歌？我想能不能我跟他一起唱一个？能不能？不行，要不你先自己唱一下吧，好不好？好，我想听听你唱的。那我就唱那个，我们学校有一首歌，然后我就唱那一部分高潮吧。好，高潮。然后我唱的不太好啊，大家，这份爱如海大。这份大爱如海，无论时光流转，距离改变，还永远在那片海。好了，谢谢。你是多么的爱你的学校，就是哎呀，你唱不是因为我们是到你只会唱这一首歌，我们会到毕业季了，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然后就觉得以后。不管就是出去了，都是海大的一份子。刚才我问小雨哥哥，小雨哥，哎，小人这个合适吗？不重要啊。那个小雨哥哥他说你会唱《小幸运》，要不要你们俩一起唱一个《小幸运》？他唱的很好。啊，是吗？你再唱一个。好的。没有，他唱的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好。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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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的，说起来，现在确实也是，现在就要毕业了吗？快了，大四了。对，大四要毕业了。然后希望，今天也算是你毕业前的一个小小的经历，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谢谢，谢谢，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宋小雨万岁，谢谢。这是广告，所以今天是小雨的专场。好，这个牌可以换别人拿了。再去找找吧。再找，哇，好美啊！我觉得今天不是很顺利耶，就是找到的男生好像现在还剩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喜欢唱歌，或者是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啊，有想挑战一下的，我觉得都可以趁这个时间赶紧过来中山公园来找到我，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多小时我在想我都在干了些什么。还不够。再找。看一下。要不我们再给这样吧，我觉得刚刚确实我的歌迷朋友们也很辛苦的帮我找到。就是找到一些男生过来，然后该给的福利还是要给的。刚刚是谁？刚刚谁？我吗？啊！谢谢。谢谢。好，可以继续去找了。粉丝们都好激动。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唱歌了。但是今年我会发片，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多关注一下。有新歌吗？对，今年会有新专辑。小心。好了，因为呢，刚刚往这边走就实在是没什么人，但我觉得这里是您是我看过颜值最高的摄像大哥。没有。有。竟然取了大哥的不满。那个，您要不来两首？好尴尬。不尴尬。那唱一段好吧。好。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谢谢。方言好重。就是可以跟全国的网友很负责的说一句，这是一次团队内部的报复。好了，怎么办啊？这边没有人吗？再找一下。刚才有。妙玲有讲你要发新歌是吗？对。现在已经发了几首，已经录好了吗？现在在那个，等一下。哦，有听到合唱团的声音啊？对呀。哎，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哇，我看到一群人在唱歌的人。
那啊，那一头谁说公园都是大叔阿姨，哪有帅哥？还是有的啦。这个时候，我们大前面，大前面。的特搜队长，然后呢，因为我从一点开始就来到中山公园，然后寻找快乐男生们，但是呢，其实不太顺利耶，但是还好，就是来到这边听到你们唱歌，我觉得好开心啊！你们十年了，那就跟快乐男生一样哎，快乐男生也是已经十年了。是我们团长。哦，团长，团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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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跟全国的那个网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嗯，可以啊。嗯，来，看这边。我是春春生。来，老师您看这边好。嗯，看这。啊，我是青岛。这个中山公园，玉兰亭的这个，春日生女团长，我们这儿已经成立了，就是今年是10周年，啊，5月14日我们就是团庆，啊，我们这团员就是都是非常的棒，就是喜欢唱歌，我们都喜欢唱歌，啊，我们这儿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是凡是，每周三、周六、周日这三天，不管是演上什么天，我们都来。我们这团员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在册的团员是200多人，就是300人吧。好，团长，我有一事相求，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现在我们现场在的男团员们，就是您。觉得颜值最高的是哪一位呢？或者是说颜值加唱功就加起来您觉得最强的那位是谁？那位戴眼镜的，我们那位戴眼镜了啊，这就是这一位。哎，来助理，我们这都是我们就是非常优秀的。来到前面来。来，被团长誉为颜值
实力，就是说白了就是实力偶像派的这位帅哥，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呢吗？吕刚。吕刚，好。嗯，有什么绝活可以跟网友们晒晒？没绝活，就是唱歌。那唱歌就绝活呀。对，露两手呗。唱什么？唱个怀念战友吧。好。嗯，好。嗯，唱几句就行了吧。好好好好好。哇，现场乐队。天山脚下是我开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芽，太阳树下住着我心爱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肚带儿悬挂在墙上，花样断了哈密瓜一样香甜，其实归来肚带儿还会再响，当我又灭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豹飞滚完你再不能看到我欣慰的身影，可爱的脸庞啊，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叹气，听我歌。希望我年纪大了一点了之后，就也可以像叔叔阿姨们那样，一直唱。我看一下啊，关联网友关联990316说：“小雨再唱一次吧。”小雨呢？小雨家的呢？宋小雨。小雨，你的机会又来了，网友让你再唱一次。小心，小心，小心，先走到外面。我这好长时间没活动过。再唱一个。啊。谢谢大家。今天感觉小雨是人气最旺，然后是。那我刚才唱的是那个比较抒情的，然后现在唱一个。稍微快一点了吧，别找我麻烦。那个蔡健雅的。对。是故意的吗？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发现没钱在身上，
哇哦哇，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哇哦哇，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哇哦哇，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帮我争取的机会啊！其实今天我借着吉他唱的那么开心，我自己也想唱一个，大家愿意听吗？愿意。但是我一起唱好不好？但是我想想唱什么哈、啊？大家都会唱的。唱个鸡鸡的，又小幸运，小幸运，不要。怎样你的沉默？值得吧，好吧，好，来，啊，往前走一点，往前走一点，好。直接唱副歌吧，好，直接唱副歌，然后就今天我结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就是中山公园站的这个特搜行动了，好不好？来。我起一个吧。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在这样做。好啦，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等一下下午三点，还有丽娜在厦门，然后四点张扬在武汉跟大家寻找快乐男生。然后呢，明天呢，我还会到青岛的万象城继续寻找快乐男生。特搜队长苏妙玲，随我。